基本上平常是完全不会进入厨房领域的。泡面可以吗？泡面可以，泡面煎蛋可能就是鸡蛋有时候。今天非常非常简单，因为只有十五分钟，我们就非常快速的，就是做完这些料理，只需要一把剪刀，然后一个锅铲。第一道我们先用的是天贝益菌竹盐猴头菇，现在加入200cc 的冷水。然后再重来。然后这边就可以先放着，再去做其他的事。那下一道清炖香菇鸡汤，那我们直接放进电锅。电锅要加水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喝半杯，十五分钟，然后加在外锅，不是加在内锅。接下来就是这个红玉酥肥鸡胸嫩鸡，红玉酥肥嫩鸡胸，就是剪刀剪开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它可以微波，它也可以加热。那里面就是这样一整片的，你看这都这么厚哎。然后下一个是迷迭香去骨鸡腿排，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干煎，油要热一下，但不要让它起烟，就差不多温个，感觉对了，我们就下来。有我们的皮至少没有分开，拿出吃牛排时候的感觉。有了有了，有熟有熟。最后挂窗完熟的酵母猪，现在加入一点油，然后这时候这个铲子不好用，开始怪东怪西。另外一个泡菜，一起翻炒。应该是都有熟了。好，泡菜猪完成。猴头菇这边可以起锅咯。虽然经历了一些风波，但都算蛮简单的。觉得今天的那个料理算成功吗？算成功。有妈妈真好。